September. How many syllables? Three. Number four? Birthday. B-I-R-T-H-D-A-Y. Savannah, how many syllables? Two. Birthday, two. Number five? Try. Let's see. I am in internet. I am internet. Internet. 你们 serve the internet 就是上网啊，网际网络就叫 internet. Understood? Nina, how many syllables? Two. Internet. 听到吗？ How many? Three. Okay. Number six. B.B 呀 ，B 动词的 B 呀，所以是什么 ？B，A U R O，A U R O， 所以是什么 ？Because， 啊 ，I kiss you because I love you，because 就是因为啊 ，because， 啊 ，A U 写半圆的哦 ，because， 如果你不知道你就写因为 ，I kiss Nina because I love Nina， 啊，我亲 Nina 因为我爱 Nina， 就 because。How many syllables? Two. Okay. Number two. 请标示下列单字的重音节，它的重音节，并写出它的重音节的母音。你要写出重音节的母音，并写出重音节的母音。好，我们来看。Number one. About. 好 ，about 它在那里，它告诉你 ，about 是 o u o， 有没有看到音节的母音是 o， 所以它是在第几音节？它的重音要标在哪里？要标在第二音节。好，这里它有写一个二，然后 about， 所以你就要标在这里。来，然后后面就写它的 ou 的母音是 ou， 所以它已经帮你写了 about。好 ，number two， yellow， 好 ，yellow， 好，我们画一下音节 ，yellow。然后它后面有一个耶，是你要标在耶还是标在咯？咯，不是，是标在耶，要标在耶啊，这是我们它的规定啊，不是每个音节，不是两个音节就标在，不是两个音节就标在，啊、你怎么没有标呢？我标这里啊，你看一下我怎么标音节，看一下我怎么标音节，我已经写在白板上面了。好 ，yellow 是标在。第一音节，对，要不要在这里？来，这里。嗯 ，OK， 第一音节 yellow， 那第一音节的母音是什么？第一音节的母音是什么？一是什么？一是不是挡上的 a？ 所以你后面这里就要写什么 ？a， 一 a， 这最简单的一 a yellow 啊。OK， 接下来是 convert。Conversation， 好 ，conversation 呢有 t i o n 的呢，它一定是在 t i o n 的前一个音节。我这样提醒够清楚了吧？我以前也是自己这样子记的 ，conversation， 好 ，conversation 几个音节？四个音节。那我如果说有 t i o n 选选选，你看回去看 congratulation。刚看那个字 ，congratulation， 恭喜那个字 ，congratulation， 它的重音节一定会标在哪里？选的前一个音节有没有看到？你 highlight 那个重音 ，highlight 在选的前一个音节 ，congratulations， 音标选的，来来呀，选，你有找到了吗？音标 congratulations， 它音标。飘在那个什么 there 啊，这里 congratulations highlight， 它的重音是不是飘在选的前一个音节 congratulation， 所以它飘在哪里 there， 对不对？好，那现在这个呢，
我说要在选的前一个音节，所以是什么？你要标在哪里？都标在选的前一个音节啊。C， 所以要标在 C。好，要标吗？标在 C。那告诉你 ，A I A T I O N 那个 A 一定就要在念这个 A， 这就是靠经验。你遇到多了时候呢，你不用查字典，你也知道 ，congratulations， 你看那个 congratulations 那个 lay 有没有不是 a 的长音，有没有 lay 的长音？所以 a t i o n 那个 a 一定要念什么 ？a， 这样懂吗？好，再来是 away， 好 away 几个音节？我刚刚有跟你说有 away 有 a 的都标在第几音节 ？about。在第几音节？第二音节。所以 away 也是标在第二音节。好，那 ay 呢 ？ay 要念什么音 ？ay 要念 a d a y day。ay 要念 a， 它的母音 a a y a。好，它的母音就是 a y a。再来是 family 家庭。补课了，你要好好写哦。你没有好好补课，这一页回来错的话，就知道你没有认真补课。Family， 好 ，Family， 它的重音我告诉你是在第一音节。然后 A 要念什么音？你要自己知道了。A 要念什么音？这应该很好猜吧 ？A 念什么音 ？A， 古典的 A。刚刚那个 AY 呢，就是念 A。那现在 A 就念蝴蝶的 A，understood？ 好 ，OK。好，接下来呢是，你看一下，对不对？我检查一下，看你。
我刚刚不是有说 AYA 吗 ？AYA， 然后 DAY 有没有 ？Day， 然后呢 ？MAY May， 然后 Go Away， 这些 AY 都念什么 ？A， 你从这个 A 可以念，可以学到一千几千个单字，所以你要这样子记。好，那所以呢，传统字典的另外一个功用就是利用 KK 音标来帮助学习者发音。好，下一段字典是一，它的 A 到 Z， 让我们来学习它的查字典的步骤。以 dictionary 这个字，它的 dictionary， 你首先一，你要第一个字母是什么？它的第一个字母是什么 ？D， 它的 D， 第一个字母为 D， 所以你就要看到哪一页？看到哪一页？它的 D， 好，翻到 D 的那一页。好 ，dictionary， 你就要翻到 D 的那一页 ，D D D。A B C D， 好，就要翻到 D 的这一页，这字好小，这是 D 的那一页。好，翻到 D 的那一页之后呢，就要接着有 D 什么 ？I， 所以就要找到 D I 那一页 ，D I， 那 I 之后呢，它的 I 啊 ，D I 啊，就要找到以 D 的那一页。D 的那一页为第一页，你怎么没有它在 D 的那一页为第一页呢？第二个 ，dictionary 是不是 DI 这个字？你要看一下，是 D 什么 ？DI， 所以你要先找到什么 ？D 的那一页，第一个你怎么没有看到呢？第一个字母为 D， 所以要找到字典它在 D 的第一页那一页，字典 D 的那一页。第二个哟。到哪里看到 D 什么 ？D 有 A，D 有 A， 对不对 ？D A， 对不对？然后 D E D 什么？要看到 D 什么 ？D I， 听懂吗？要找到 D I， 然后 I 之后要找到哪个 D I 什么？是不是 D I C， 对不对？好 ，D I 第二点，它的 D I 的那个页面，然后就这样子一直找下去。好，那要查看它的第三点，找到 dictionary， 它的 dictionary， 要查看它的什么？它的音标、词性，还有解释，还有例句。好，现在你们都用 Google 直接打上去就有了，对不对？好，那你就回去用 Google 查查看。好，我们来看 kiss， 它的音标是可依 kiss， 词性呢？动词，中文呢？亲吻。好，那接下来 American 呢？你猜猜看是什么词 ？American 什么词？好，它可以当名词，也可以当什么？形容词。American start with English. American 好。好 ，American 那就是有 A 跟 E 嘛 ，E M A M A R E R E K N K N American， 所以总共几个音节？四个。好，那你现在这边抄，你抄抄看，到了这样子 ，American， 音标啊就要抄在这里啊，二啊，那它的重音有 A 的都在这后面啊，我刚不是有讲了吗？所以是 American。好，它的词性，它的词性，你刚刚可以说可以当名词，对不对？所以 none， 那它也可以当什么词？美式的，所以什么词？形容词，它可以当动词，也可以当形容词。那中文呢？中文是什么？中文是美式的、美国的、美国人的，或是美国人，能懂吗？你回去就要查字典。好，接下来你要查3、4、5、6、7，你要自己查，能懂吗？你就字典拿来怎么样？按按看。会查吗？手机拿来查查看。好，我让你们练习看看。好，把单字打进去。这边呢，接下来那个 phonics， 来，你们其他人过来看。那你做的就好了，发 P 念出来 ，P H O
N PHONN 呢 N 在哪里 N 在哪里你要看清楚吗 ICS 它跳出来了有了吗要加一个 S 啊好前往然后你就按字典这里字典字典有看到了吗字典有没有看到音标的然后有没有看到标中音好那你就把它抄下来八你们两个可以抄啊那你们两个也可以过来拿过来抄八 mix 看到吗然后再标重音八 mix Phonics 好来这里啊 Phonics 这里在这里所以你回去会自己用自己的手机吗 Phonics 你没有手机那你等一下就留着用我的来查查看 Phonics Paris 你好了吗好Phonics 就是自然发音啊或是拼读法啊自然发音啊你这可以写啊中文可以写然后它是名词啊 Noun 好了你可以回去了词性啊你怎么都不写呢词性它是什么词啊自然发音就是名词啊 Noun 然后自然发音啊中文就可以写啊好那我们这个年你回去呢就是看看你要查多久若只有一个音节看最这一页的最下面那一行若只有一个音节的单字它呢只有一个音节只有一个音节要不要标重音 voice 这一行的最后一页最后一个只有一个音节它呢只有一个音节这里只有一个音节就不用标重音只有一个音节不用标重音不标重音好比如说 ant ant 是一个音节而已 ant ant a ant ant 好它的音标是 ant 有没有重音没有一个音节 voice 好 ant 只有一个音节所以它就不用标重音好翻页后面的你们应该都写了看看哦、你还没写来翻页你都还没写好我们说26个字母好 page 83 页83页我们把这些讲完就可以下课了83页好26个字母有几个母音几个母音5个母音那扣掉5个母音它有几个子音21个子音那21个子音里面又有几个超能力变身的子音5个好所以总共你只要背几个子音几个子音为什么要背26个子音的音标呢要背那么多吗背几个为什么要背那么多子音超能力变身有几个5个所以你就要背几个5个子音还有呢5个超能力变身的母音。AB 要检讨，现在45分。AB 要检讨，今天没有办法帮他检讨。You can control me。好，就是26个字母，有几个？有5个母音跟5个什么子音，这样懂吗？好那5个母音已经帮你找出来了 A E A I E O R U E 那5个子音呢 C K J J Q Q X K Y Y 那懂吗好那你要写完这一页好翻页接下来是下一次我们再来追踪这个 KK 音标表好你写完这一页就可以回去了 Paris 写了吗这页写了吗你写了好你都写了那就是85跟86好了 OK Let's call it a day
好 ，boys， 你们补课的第84页，84页要把它写完。84页，你如果没有写完，就是麻烦你回来之前要写完。84页有5个母音跟5个超能力变身的子音，你要把它练习。麻烦你把它练习过了，然后后面的 KK 音标，84页、83、84页是属于自然发音。自然发音表，那85页呢？85、86就是 KK 音标表。那这两个自然发音跟 KK 音标，如果你都熟练了，可以相辅相成，你单字就不用死背，是要可以做到读字拼字跟听音拼字。OK, now, see you next week. Have a nice weekend. Don't forget to watch the video.And send your weekly quiz to the group chat. 好，不要忘了补课，看影片补课，而且还要把你的周考传到群组，Reggie会改。OK, bye bye.